您好，您好，您现在痛哪一个点？因为弄电脑每天12个钟头，所以时间很长，有一阵都得带那个东西像那个绷带一样，是是是，固定。就这里面是木的，完了一使劲就这块全疼。哪一个？就这个地方，这医生说老是腱鞘炎，还有这里面。哦，这一点也在疼是吧？嗯。这个骨头呢？一动，因为整天弄鼠标的时候就这样的。它伤到两个地方。这个等一下我都做给大家看，它第一个点这里疼嘛哈，这个疼您可以拉高吗？您这样多久了？这个好长时间了，因为治不好，医生说这电脑弄的就这样，因为我每天还得继续做，所以没有办法好。医生说啊，所以你做好几个小时？不是，是十几个小时每天，差不多。每天啊，这个真的是职业病，比较难好。因为你看，我等一下帮他按个，哦，一两分钟，结果他用了十几个小时，这时候我的愿力抵不过他的业力，所以就只能认了，哈，所以这时候只能建议患者尽量还是要保护，啊，尽量不要，他真正的问题是伤到这里了，这里不是伤到的地方，好，您猜我做给您看哈，你现在这里还痛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要不就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要不就很疼。这里，对，这里疼啊，这里最疼了哈，好，这里呢？这个疼。其实他可以治得好，我确定他绝对可以，他只要听我的话，不要那么久，哦，可以使用，不要那么久啊。这里常常温敷啊，哦，然后帮他揉。平常如果打个差不多一二十分钟，他稍微注意，稍微揉一下，然后温敷一下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然后再打，好，哦，这样，哎，差不多三四个钟头，我想不起来停。哦，你们连续都几个小时是吧？因为一到电脑，你就情不自禁就在那儿老搜索东西啊，哦，做。所以他也会情不自禁的痛起来，真是。剥开了这个裂。对，这你真正伤的是这里，跟下面没有关系。它，哦，上面这里呢还好了，是吧？这里比较不痛了。对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好，那我开始帮你舒缓哈。他一直不断使用，是伤到这里，但是他的讯号是在这里发出来的。对，哎，是这样，这会迷惑人心呐，啊。照相也是照这儿，完了上次拿一个东西像那个石膏板一样固定，也是在这地方。是，西医也是照这里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，照出来是什么？影子，因为他照影子，所以照出来的片子也是影子，啊，片子也是片子，是。好，你现在再动动看手腕。现在开始有知觉了，原来完全麻木，一点怎么掐拉针扎都没感觉，要不就一阵就剧痛，就这两种感觉，其他的没有。没有麻。没有了，现在。是，他要注意啊！你如果常常是这样很麻木的，然后一直持续，那个状态是24小时，你就要小心了。哦。那越来就会，甚至就越难处理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这样确实，他身体，也就是身体会用讯号一直通知你，那你一直不理会他，而且一直使用他，他将来就会给你更大的惩罚。哦，他身体是在保护你的机制，哦，所以麻也是，但是这一个点我还没有处理。哦，这小时候还老打封闭，从特小的医生说这个得打封闭，打了几十针封闭，但是有时候就不能动了，有时候就很疼很疼。是哈，就直接打这里。对，打这块疼，把那针扎在这个缝里头。对，这个哈，就是哪里痛扎哪里。那我想就直接介绍过来，因为还有一个点没有介绍的，就是拇指痛，就是
拇指痛就是这一个点痛或这一个点痛，这两个点好，我们这个还有这一点痛，它的答案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答案就在这里，大家看到了好，就在这里，所以它现在的痛点是在内侧这里，是吧？对，就这里面这份的意思。好，这里面这里 对, 对不对？好，那一般以我的经验，这里比较难治疗，这里都还算好治疗，所以这个不用紧张，这个还是算好治疗。你就是痛这里面嘛，骨头里面。好，那所以他的拇指，他的点在这里。好，所以有些人哦，刚刚是痛这里，但是你要看哦，如果他讲这里，你要特别问哦。如果这里他是说我痛这一段，有些人说挤起来我就痛这里，那这里又不一样了，这里一定是这里。那这里呢才是这一个点。好，我做给大家看。这里是不是很疼？锥心的疼。锥心的疼。你让他锥心的痛。因为这个确实是你打久了让你的筋伤到了。你这个蛮久了。啊，我问你哦，这一点痛不痛？痛。这一点也痛。因为就连的，我知道，因为它这个是延时点，这个是延伸点，所以我先把这个延时点先解决，然后再处理延伸点。好，那这个是你，这是最疼的，这个就是你最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揉这里哈，一般都容易揉错，哈，会揉用肉挤进去，它是骨跟肉的交界处，哈，好。我现在慢慢帮你舒缓，它会越来越松。嗯，你这个不揉开还是一个问题耶，这个会出问题啊。所以你也知道打针也没效了哈。对。所以今天才来上课。是。是啊。但已经都各处老照相也治不好，吃药什么的。是。好。常年贴膏药好像也没缓解。因为你一定贴这里，对，是你不可能贴这里。对，有没有人膝盖痛贴屁股的？我也从来没有听过。那这里痛会贴到手肘吗？有没有？我从来没有看过。所以这就又代表什么？所有的膏药都贴哪里？贴影子上。贴影子啊，你现在也知道。那所有的照的竟然也照到影子，所以我们的医学出了什么问题？你们知道？医学本身已经生病了，本末倒置了。真的，医学也生病了，只是真相很多人搞不清楚，连医生自己也不清楚。要不然我干嘛要放弃过去所学，要放空呢？等我太太考试的时候，我竟然通不过，那我太太的生命就不见了。所以这是严重的打击啊！我才知道要猛然回头啊，要不然我绝对不回头。为什么？我医生这一图。收入太好了，在台湾真的收入很好，好，那到了了解真相之后，自己就谦虚下来，也知道以前真的颠倒啊，忏悔啊。你现在再看看那一根指头，好像指头都没有了，原来是胀，有一个棍儿在这地方，现在好像没有东西了，现在里面没东西啊，里面没东西了，我好像把它拿起来了。是吧？好，真是谢谢啊，谢谢，不会。